娘娘，伊遐人拢讲你个，你个遐啥灯笼起来怕鬼。失手了，嘴角失手了。先走。拜拜。下一站见。今日12月10号，然后这个今天是我们的主角看一下，我们的主角影灵妈祖，哎，影灵妈祖，今天是他开光的日子，开光的盛世。拿花的应该不用吧？一样都可以，都要对不对？一个100，一个有一点点，帮忙吗？没有拍到啊！哇！他哪里骑错了？他拿那个葫芦在。待会那个点的里面，来职业倦怠。抠啊！这里有比较大的，这里有比较大的。没关系，是小的就可以。这么小应该是可以啊。我觉得可以的，可以啊。什么表情？慢准备。好。撕打开了吗？看眼睛。直接撕。你好吗？给你开光。这样子，那接下来就是我玩乐的时间了。所以平常不要讲别人闲话，娘娘明鉴。话讲出来的时候，自己就慌了。
还好我平常没有在做。